小将白起，拜见先生。白将军乃名震天下的大将军，烧杀抢掠，无所不为。屈某不过是一介匹夫。 又怎敢受将军一拜？放肆！先生乃当世奇才，怎可如此无礼？我王。 一直欣赏先生的才华。早在武官之时，就想请先生入亲为相，先生断然拒绝。如今楚国也快要亡了，先生空有一身才华，也再无处施展。既然这样，先生现在可否改变主意，愿与我王共谋大业？ 楚国都要亡于秦国之手了，你们居然还要我做秦相？天意不存，魂无所依。